世界上有五种卡，分别是银行卡、饭卡、公交卡、贺卡，还有世界上有五种楼，分别是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还有世界上有五种开，分别是开团、开张、开战、开服，还有打开，打开，一定要打开。世界上有五种退，分别是倒退、后退、撤退、下退，还有快！